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好，这里是根号 Rico。今天我们要来玩《惊变一百天》这个整合包的生存。英文名字我知道叫《Last Days of Humanity》，但是如果它不叫《惊变一百天》，没有任何人看。所以说，一开始咱们是有这么一个小家的，可以要也可以不要。咱们先看一下地图，概览一下啊。咱们这片地方是空旷的一片地方啊，好像不咋地。咱们开始造吧，啊，你可以看我这边已经标明白了，生存中所需要的这些东西，然后石头、军刀的这个合成的办法我已经背下来了，就是这个样子，非常简单。好了，接下来咱们去外面探索就好了。那么咱们这个只是第一天，所以说是相对安全的，外面也基本上没什么怪物，非常的安全，真的非常安全。哟，那是个啥呀？好大一片啊，这看起来像是个没有修完的那种建筑工地，其实这种东西还挺常见的。Wait a minute，这是青金石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个是可以拿来做附魔台的呀。它有附魔，有保护色，那我不是挺无敌的吗？让一下，OK，捡到了。然后我不想去理这些怪，这里有沙地，我想啊，一次就出了个碎石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这个运气算是正常的运气了，我正常的运气就是这么好，真的100%的。千万小心！然后这种地方站在门口就好，然后赶紧把东西一搜刮了，在这个整合包里面，不要犹豫。现在第一天其实还好，但后面的话你就知道有多么的难顶了。也没有问题，是吧？这样刚好把物资都集中一下，骨头，然后还有一些火把。哎，这个火把它是有意思，它不是被点燃的火把。这边的火把它本来是被点燃的火把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。咱们找个办法下去。哎呦，但是问题不大。直接干，砍下去，然后一顿小跑，离开这里，然后咱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下就好了。这里有个拿着铲铲的人，你的铲子我要了，征用一下。看一下，铲子快坏了，不是你闲着无聊你拿铲子干啥呀？你好无聊呀。他正在发现我，来神枪手爆杀他，easy。Easy, not the beast. Okay, not the beast. 铁剑我要。不给吗？为什么不给我铁剑呢？咱们这个僵尸就挑着个儿打，就挑着打。他有资源的咱们就打，没资源的就削他一刀，表示一下说咱们是关系比较不好的，所以说就是这样的。我看到箱子，Let's go。有点远，但是没有问题。这毕竟是第一天，而且这还只是一个试玩的一集啊。那具体怎么样，就看大家的反应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大家反应应该挺好的。然后，是有两个箱子吗？那其实还不错，爆炸剑，哇，这挺酷的，导弹 missile，哇。所以说，接下来我想找到一些钻石，然后做些钻石镐，然后做好钻石镐之后再挖黑曜石，挖完黑曜石之后咱们做附魔台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再玩 Aircraft。虽然说我没有任何的经验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边没有任何的经验，我招住了他可能也不觉得。就是你玩那个整合包，你附什么魔呀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为什么开始附魔？我又不知道，但是我感觉附魔应该是比较有意思的。我不知道，所以说那就走一走啊，走一走。这第一天晚上的话，我不打算睡过去了，我只是来回家稍微把资源给收整一下。咱们可以造把铁的强化长弓，它需要木棍，然后手柄，然后线，铁强化长弓。远程射击，咱们直接可以拿弓来射，相当的简单，so easy 啊！咱们可以造把这种强化匕首，造把这个招架匕首，它照样是可以格挡的。你看，照样格挡啊，没有问题，非常简单。只不过说它只能是挡那个近战伤害。来尝尝我的弓，好像不小心用了个爆炸剑，这爆炸威力还不错啊，还不错，挺酷的。然后其实我不想打他们，然后他们好像都往这个地方来了，因为我刚刚引发了一个比较剧烈的爆炸，对不起，声音是有点大，是有这么两点大，就是不得不承认的，对吧？嗨，工程师，你是工程师吗？哎，哥，我有点怀疑为什么要把你们两个放出来了，然后他们两个就在这边疯狂的射击，开始射起来了，下一秒他就变成了。丧尸了，够了，好蠢啊！我的哥呀，他的脑袋可能不是很好使的样子。然后，咱们去他的小屋里面看这么一眼，咱们把这个床给带走吧。箱子里面是没东西的，所以说，我知道大家可能想看我疯狂的打小僵尸，但是这些僵尸
我要告诉你们，他是杀不完的，你越打他越兴奋，所以说不要去打他啊，就只要无视他就好了。开走啊，开跑！前面好像是个废弃的都市啊，这挺有意思。哦，好大一片，看起来挺不错的。啊，然后前面有一群啊，一整片的僵尸，这看起来是不错的。啊，咱们准备三，呼呼！怎么还会有这个爱心啊？他们是抖 M 吗？哎，不是吧，这发生什么了 ？OK， 他们好像被治疗了，不会吧？红豆爹斯嘎！哦啊啊啊！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，我下面的方块都没了，对，是偷我方块？哦，不对，我知道，我自己的爆炸剑把那个方块给炸掉。OK， 我的错。啊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咱们只是试玩啊，虽然只是试玩，但咱们胆子也是忒大了，什么都敢顶上去干两下，纯纯的初生毛犊不怕虎的好吧？虽然我已经玩了很多次，但是还是非常的初生毛犊，要非常有活力，知道吧？青春活力。OK， 我觉得没有问题，一剑秒杀，这挺酷的。咱们看一下那栋楼吧，那栋小楼看起来挺有意思的。截一堵啊，再一堵。啊，我再赌，没用，进来了我就记了，真的。咱们啊，其实咱们一关门就好了，没问题。小心啊，开门，开门请当心，你知道吗？开门一定得当心，不当心的话，八成要死在这儿。吓一跳，小心上面的僵尸，从上面打下来，它是爆头的伤害，这个伤害很高的。然后，我其实还好啊，其实还好。Hello, anybody here? No, no one. Great. 我是来这边看看风景而已，也许。然后这个橱柜里面，哇，橱柜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灯不能开的，哎，离谱了呀！绷带，这边东西还不错。哦，挡住。他是从楼上下来的，我知道。哎，三只僵尸。哇哇哦！你看到这个冲锋？真的很恶心。哇，太难解决了。哇，三只僵尸就把我整得够呛了，天，受不了。稍微挡一下。这样。哎。哎呀哎呀，糟糕。他这还会冲锋的，这。为什么他们都在冲锋？我很烦。我大概往这个地方挡一下就好了。Hi, anybody here? No. 然后床头柜这边什么都没有，我要生气了。尽量搭的稳妥一点，千万不要太浪了。完了，我家去哪儿了？我已经忘记我家在哪儿。然后这边有只消防僵尸，得注意一下消防员僵尸。看有没有掉，掉了个消防斧啊！这个消防斧的攻击速度非常非常的低，它用处不是很大。所以说走着啊，离开这里，呀，小心，千万不要被火烧到了。被火烧到还是随机烧身体部位的，那有可能烧头啊。烧到头的话，啊、那就有意思了，那就有意思了。前面的是什么东西？那好像是我啊，我以为是我家 ，OK， 不是我家。那行吧，反正只是试玩啊，咱们就带大家去这个城市里面直接看一下吧。小心啊，这个建筑。这边这个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，不要去靠近这个水，不要躲在这个水里面，也不要躲水下、啊、僵尸会进入到这个水下的，知道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听到啊？那个奇怪那个传送声啊，那个声音就是那个守卫者，他召唤了守卫者，然后起飞他那个声音，非常非常离谱。那是个箱子，看到了。我天，建筑里面在这个位置藏箱子，这给我整不会了呢。你小心点，楼上应该仍然是会有一些僵尸的。假的啊，这是个漏斗，可以带走。漏斗是个红石工具，那这可是高级的东西啊，这是高级的，这是高级的。主要是这边是些羊毛。好，继续准备格挡，格挡姿势，准备。完了，该不会整个建筑箱子就那一个吧？哎，这是否有一点？这是否有这么两点？这是个那个小鬼啊，
哎，这有点恐怖的，这个难打，他会给你一个这个失明效果。他在雾里面，他是保持一个隐身的状态的，这个难点。OK， 迷雾惊魂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哎，有点意思啊，这个地方的怪它生成的不一样呀。这边是不是箱子？我天，有箱子！好呀，好家伙，我估计刚光线太暗，很多箱子我都漏掉。厕所那个东西我就不带了，我就不带了。你们知道我要带什么了是吧？咱们终于到顶层了。那么根据掐尖战略，这个里面会有大怪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然后第二点是这里面会有大宝贝，好吧？看一下，里面果然是有这么一些大宝贝的。啊，还行吧，还是小心点啊，这个地方。不能确保绝对安全。我看有一个虫子，小蜜蜂，你知道吗？哇！你知道刚刚那个小蜜蜂是多么难打的怪吗？我现在是我应该表现的比较害怕一些，是吧？大家会觉得啊，真恐怖的，不然的话，可能大家觉得啊，瞧你被吓的怂。No, actually not. 红石我想留着，这些咱们背包里面都是好东西啊，都是上好的东西。煤炭这是唯一可以不要的，也许。就现在，我想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真的还要再往前探吗？别的房间它有可能有更恐怖的怪物。嘿，啊，好，没东西，箱子。这边东西很好啊，这边东西。不是好的那种离谱的那种，就是一般的好。往隔壁房间走一下。我觉得这种驱邪的办法，你知道吗？怪物又害怕我的，感觉我是个疯子，他们就不敢靠近我了。先把下面僵尸处理一下。Died. What the dog doing? 这僵尸傻傻的看着我，不知道该干什么。没错，你不知道该干什么，那就对了。好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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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地方不宜久住。这个方向吗？钻石地，大大地号，咱们赶紧走。咱们只有四个宝石柱了，起飞了。啊！家，甜蜜的家，我回来了，带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回来，比如说这个马飞，带了一群马飞，然后还有一群的这个爆炸剑，哇，太酷了！然后 PDA 这边来，你看这边啊，可以有建造，然后我出口的这边应该是。然后咱们放下 PDA， OK， 没问题了。好，这样的话，咱们造了一个传送装置的出口，以后咱们要从哪里回来，就直接造一个传送装置入口，非常简单，对吧？沙蛆这玩意能吃的，大虫包小肠，这玩意能直接吃，那我直接吃吧，应该不会死吧？黏黏的，但很好吃。蛆 ，OK， 九秒钟中毒，从这个地方上去吧。看到里面有什么了，里面是有宝贝的。哇，铁针，无暇铁针，这东西是很强的。虽然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强的，我也没搞清楚它的用途，但是我觉得它是强的，它应该就是强的。凤凰之城，凤凰战士。哦，我知道这玩意儿是可以合成凤凰蛋的，你知道吗？凤凰蛋，有凤凰蛋之后咱们就可以满天飞，然后在最后一百天那咱们直接飞走就好了，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寄生虫。寄生虫，哎呀，太好笑了啊。哎哎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大概有熔炉这种地方就会有这种东西了。啊，大剑，可以，挺帅的，高级弹药啊，霰弹，凤凰之城，凤凰，耶！哦哦，我的！啊啊！我心脏病给你吓出来！我的个妈耶，在我面前生成出来了。他会打我吗？他好像不怎么爱打我的样子。啊，好吧，还是会打的。完了，我感觉有时候我可能左右键的频率会搞反掉。哟，哎，怎么这么多呀？过分了呀！一手爆了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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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哎哎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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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哎，
这个地方可能会稍微安全这么一些。好，我该重新造一把这个匕首，但这回我要造个铁匕首出来。匕首害不害怕？现在咱们已经出来了，已经相对安全了。Oh yeah! Oh yeah! Yes! Yes, that was cool. Yeah, 再来一把！哇，这个超级爽，太解压了，这样打僵尸。叫什么？暴打小僵尸这种游戏，给我掉个装备吧，哥。怎么样？掉点装备。啊，酷的，好起来了。胡萝卜，哎，这可以拿来种，这也还行。嘿嘿，西部牛仔，走得更远了，没问题。那咱们干脆从这边，从这个像小树林一样这个地方绕一绕吧。这是寄生虫的地盘呀，我看出来了。这里甚至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。挺致命的。然后，哎，什么打到我了？哇，我眼睛已经黑掉了啊！让我恢复一下视力。哇，我走不动，为什么？哎，走，赶紧走！哇，他们怎么跑这么快？恶心！哇！No, why? 他们速度也太快了吧！这个僵尸，他什么大毛病？哎，这僵尸速度太快了，这什么呀？这是电上了！啊，电不了了，过来。封不住了呀，这哎，他们怎么速度这么快？他们这是什么呀？哎，哇，重伤倒地，这是 why？ 他们怎么一瞬间跟发了狂一样的这个速度？我们看一下，这是第几天？是第四天，然后突然这些僵尸好像受到了什么强化，哇，他们突然变得好猛好猛啊！这确实是个我没有经历过的死法，比较离谱啊。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要不要来看我玩这个地方来受虐，然后我要活100天，就看大家点赞意愿吧。那我们下期不知道有没有下期，拜拜，boy boy。